师父，你的嘱托，芷若已经做到了。我会用九阴真经的武功，光大峨眉。原本我不想遵从你的意思，想嫁给张无忌，顶多一辈子不生儿育女便是。如今，是他负我在先。 怪不得我了，师父你就安歇吧。即便你再生，武功也远不如我，做鬼就别再想管着我。 张无忌薄幸悔婚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汝阳王已经把掌管天下武林的大权交付于我。敏敏郡主在去冰火岛之前已是失势之人，张无忌在他身上，什么好处都捞不到。我不想知道这些，但是你心里还是放不下张无忌。我恨不得把这个负心人！ 我心挖肺，祭奠我先师在天之灵。不过，你还有谢逊在手上。你从冰火岛回来之后，都做了一些什么？汝阳王可是一清二楚。本来你是计划利用成亲之后的一段时间，用药把谢逊弄成白痴，然后再假装把他给救回来。那这个谎，便圆得天衣无缝。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，只要有谢逊在手，便不用担心天下英雄跟张无忌不会来。只要你愿意跟小僧合作，在峨眉山组织屠师大会，到时候谢逊的天下仇敌便会悉数到场，张无忌跟他的手下一定会赶到，那个时候，我便可以一网打尽。 前辈，奸恶之徒谢逊，30年前妄杀无辜，所伤遍及武林各派，事后逃亡极北之地多年，今日被我峨眉所擒，各邀各大门派莅临，共观屠师大会。与谢逊有仇者，皆可削他一刀。 待千刀万剐之后，再斩首示众。谢逊乃本教护教法王，谁要伤他，就是与我明教为敌。望州掌门念在彼此武林一脉，高抬贵手，释放师王。明教上下岂敢大德？你们明教是没教主吗？ 轮到你在这说话。周掌门，张无忌在此，求你放了我一副。张无忌，任凭处置。谁赢了这擂台，谢逊由谁带走。 义父，无忌，这个婆娘。 交给我对付。外公。
我也不想再瞒你。在冰火岛上，的确是我拿了赵敏的尸香软金丝，取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，遵师父的旨意，取得了那里的秘密。至此，你我两不相欠。芷若，别再错下去，我可以原谅你。现在是我不原谅你。帮我照顾好衣服。乘虚而入。是你笨。不用猜了，攻陷少林藏经阁，72诀意我教了71种给赵敏。我告诉他，找不到金刚不坏体神功，其实是我独留一门，苦练1年，略有小成而已。程坤，今天就把账好好算一算。哼，攻，我有天下2大神兵；守，我有金刚不坏体神功。凭什么跟我算账？不过今天倒给了我斩草除根的机会。杨宗师，今天中原武林，谁也别想走掉。我照顾好芷若。好。张无忌，你还有什么绝招，尽管使出来吧。
什么古怪兵器？本教圣女教主有令，中土明教张无忌教主听令。紫山龙王，乾坤大挪移已经交回总教，中土明教的镇教之宝圣火令就应交还于你，张教主即可大胆施为。领命，管你什么总教分教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放箭。你们的人中间有一半还是对我忠心的。赤若，无忌哥哥，还能原谅我吗？少姑娘。
一方，如何相逢？相逢只不过一个美梦，一个属于我的感动，太过沉重，有时也注定无穷。糖拔高了就能够淡忘心痛，却为你一次一次千疮百孔。每当我的泪如泉涌，有谁能懂？只愿是你的面容，连夜雨冷风，为了你再次千疮百孔。